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台中的国际体育盛会，这件事情无关男女，一切都是为了体育，为了台中，为了台湾。那么一共有来自九个国家地区2000多位的青年运动选手正在全力以赴的苦练，只为了在赛场上争取荣誉，发光发热。很多人一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，他们的权益不应该被剥夺，他们的汗水也不应该白流。中央会全力的支持台中市政府跟中华奥会，为选手发声，争取他们应该有的机会。我们会根据合约据理力争，争取到底。我再一次强调，这件事情，这一次的事件没有蓝绿，不分党派，来呼吁国人，我们一起当台中市政府跟中华奥会的后盾，为认真准备的选手好公告，不要让他们的苦练的汗水白流。加油加油，谢谢。